1, 2, 3. 对，刘世刚老师，射球来看。每当我闭上了眼睛，黑暗中出现的那光影，在心底我知道是你。每当我睁开眼睛，生活里偶尔受了委屈，但是你坚定地说没事都会过去。跟各位讲一下哦，现在开始是我真的。哎，算了。开心了，期待了，眼泪却早已停不住。曾经的困难和决定，再害怕也要大步前进。没关系，我心里有你。关于你我不用说明，一眨眼就明白的关系和默契，是相心相依时常的挂心。正式的从乌石港抵达了威松。脆弱时候有你在乎，就不需要自己撑住。我受伤时你总说不哭，开心了，期待了，眼泪却早已停不住。你分享我的孤独，悲伤快乐一起共度，所有的情绪都有了归属。我受伤时听你说不哭，开心现在只能说成功了三分之一，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就不需要自己撑住。你们警察哪里啊？